眼睛得湿到上了。我湿到了，我想回家嘞。咱要回家了。你不是还得两天再去啊？再上济南。啊。我也有点感冒。有点感冒。啊，有点感冒，我想能回家看看。吃药吗？在这吃了两顿了，吃了两顿了，嗓子疼，你看嗓子哈不声来了。嗯，不见好。啊，我们回家回去吧。那你问问。小辉。啊。我想回家吧。你回家了哥？我回家，我有点感冒，我想着你这不又不上班了，我你还得请几天再上济南了。我回家歇着。过两天我得上那去哦。对，回来还有三四天。过两天回来，我得来呀，哥。来就麻烦呀，来回头跑啥？你是不想我看孩子了呗？你看奶奶装病的吧？你说，要。哎呦，我去，我得睡吧。别人媳妇厉害的，不叫那我回家，有病不叫回家。行，回家。知道他感冒了，哎，这个嗓子。喝个水吧，这个水。嗓子这么多疼。嗯，你喝个水。我给你倒点水，半夜没睡着觉，早上有水，就你要那什么？那你得照顾好身体。对啊，你照顾得好你自己，你不照顾好，这第三胎谁看？还小子？哎呀，我感冒了还不快好？你看俺吃那药就好了。感冒了。嗯。那你回家呀？那我跟他回家就完了吗？等用车送你回家，我再回来。你看我，你车也上不去。坐公交还得刷那个啥的呀，这时候很麻烦。妈的呀，你走的上超市头都得刷码，他奶奶没有那微信那个刷不到。我是老年手机啊，没法再问你，所以没法刷。你真麻烦。嗯，对。咱问问呀，那你这样老年人都没法坐车了。对，那我就跟他回家吧，回家我就不用啥了，等到时候用车我们一发出来，永远得从那里去就行了。从老家直接走。啊。哦，这样吧。啊。是吗？从哪地方走就行了吗？啊，行。那回去你送回去，我再回来，你得那会花多少钱？你坐公交你上不去，路上送你去得花一百多吧？那回去我回去，你再送孩子回去。嗯。对吧？拐几趟？啊，拐趟还得好几百。那你愿回去，我想回家歇歇的。你歇啥？你以后才没时间歇的，看孩子还是很长的时间呢。看孩子看。你这第三胎出来，你得还得看呢，这不快吧？就是说，怀有孕得一年到下年，四五月的又开始又有了，你看吧，两个孩子。看我算。你脑子没时间问了，你说你是吧？就好好的，我永远看孩子，我永远看我这个一干。那看看去吧，回家得打打针。回去没劲。打打针去，行，走吧。走，是的。是的，是的。我说的该拿的。哦，你也愿回老家了。嗯。耶，回老家还得看我。我怕感冒，看着你，看着个你了啊。把穿上。嗯。走，把包子嘛都把你哥哥也不吃，不是放在冰箱的。啊，冻冰箱嘛。冻冰箱的嘛。家里有小包子。冻好了还能冻吗？啊。冻好了还能冻啊？能冻，到时候再热热就可以吃了。就可以吃了。那个钥匙包子。我的包子里有钥匙。有小小爱呢，今天我又回老家了，还是回老家住几天。开包的时候带你，带你小小尿了三岁了，四岁了，不行了，难闻死了。不是，得洗洗澡去。哎，对，吹洗，这得把个晒的地方都。没法晒盖的。你们这会儿可下可得凉快，万一。我是想这么凉快的。哦，中午凉快，中午有空调。嗯。空调。回家找谁啊？找爷爷。想爷爷了吗？想爷爷。那你跟爷爷在家，叫奶奶在这里行吗？不要，你晚上跟谁睡？跟爷爷睡。
跟爷爷睡。啊，真的吗？那今天晚上跟爷爷睡。不要，我要跟妈妈睡。以后就不能跟我睡了。啊。怎么用妈妈在他那个？你都大了，你都大了三岁了，还要跟妈妈睡？嗯，注意，前方有违章摄像。要，妈妈要，你是妈妈永远要的宝宝。搁家在那里睡觉，嗯，等到啥的时候，他尿泡的时候他都要哭。啊，哭啥？不知道他哭啥，咱知不道。哭什么呀呢？你问他。没有哭，我跟他说。就是想尿尿，想尿尿。哦。他不是说你可别哭了，再哭不就得了啊！我不哭了。哎，一到回家一接受，他就开始哭。觉得为什么慢了呀？为什么慢慢呢？那一红绿灯。红绿灯，咱得停一下，红灯停，绿灯走，是不是？你说一下。红灯停是吧？嗯。绿灯等一等。绿灯停。你就不是等，是红灯等。哟。绿灯行。灯可以走。哎呦，谁教你的呀？嗯，爸爸。哎呦，啥都是爸爸教的。爸爸教你。嗯。你喜欢爸爸是吧？我也喜欢妈妈。哎呀，长大了干什么去？长大了玩。玩？你不抓钱吗？抓钱玩，抓钱在上学。抓钱在上学啊？嗯。抓下钱给谁花？给我花。还有了，你抓紧还是给妈妈花，不是给妈妈花，妈妈赚钱。妈妈姥姥的时候呀，姥姥，奶奶，哎，奶奶，哎，抓了钱给奶奶花吗？抓钱给奶奶花不？奶奶年纪大了，奶奶不抓钱了。对，你得抓钱给奶奶花，奶奶现在给你钱花哟。我家这我那么多套啊，就是，嗯，我那么多套手呢。嗯，那套呀，是宽套，不是宽套。这个吧，嗯，宽是宽套。回家买盘套，系好多哟。那这是盘套，好像6块钱呢。嗯，那假的10块钱3呢。真还便宜呢，在济南你才多少钱？9块钱一样。盘套。嗯，9.5块。哎呦，好贵哦！后来我们上那超市都买的便宜啊。那个才多少钱？4.5块是吧？嗯，这个价格小超市太贵了，价值可不行了，你看。